各位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《无尽男孩逃漏税》的游戏影片。那上一次玩到市长拿到我们的东西以后，躲到了温室里面。那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温室打开，然后追个究竟吧。那本来说这周末其实因为时事的关系，可能没办法拍影片啊。结果处理的预料的比我想象中还快，那所以还是按照行。就按照预定计划就继续拍摄了，而且感觉这游戏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，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很快做个了结了，那就开始继续游戏了。那现在我先来看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去找一下，啊，说找柠檬老头吗？那就去找一下。好，所以看起来这个洋葱市场真的是一个大坏蛋啊！啊，谜题越来越复杂了。哦，原来这个是火焰花，我也是炸弹，我想要踢过去。笨蛋第一组英语哦。对，看起来好像上一个世代似乎有人类的样子。好，这边来研究一下。先等一下，我下去看一下。还有下面。尴尬，我先回上面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然后，哦，有了。然后这样子。由于我们现在身上防火衣，哎，靠腰太满了，然后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因为身上防火衣，所以比较不怕火啊。可以说是谜题的大本营啊。不仅过不去。真的过不去。那我先下去看看，应该还少什么东西，应该有办法过去。而且它的距离还蛮宽的，我那个传送门是传送不到。这边有书本，没什么东西，那就往右走。
很多核废料。哈哈哈哈。那奇怪，为什么？哦，那个是原子弹啊！小东看起来很像，给它打爆看看，就真的爆掉了。这也算是另类的最好做法吧。那看起来这边也过不去，然后上面一定要先解决了。那稍微想一下，要怎么破关，怎么过去？看起来暂时是过不去啊，我们要先来这边拿东西，这样子。是有够小的，我勉强看出大概了。我稍微好好想一下怎么做这个谜题哦。好，搞定。那靠背，我应该先把，应该先把用炸弹把上面炸掉才对。好，搞定。脑袋有点卡卡的。好，到温室了。哇，他的叉子更大。还使用范围计哦，哎呦！好，我们终于打败了洋葱市长。其实还算蛮容易的啊，攻击方式也不多。
好，我们把它撕掉。好，看起来是破台的，然后有几个地方是破关游戏后才能过去，而且好像还有几个小地方没有弄到。好，这段是不能跳过，呵呵，所以稍等一下啦。好，又多一个继续，然后多一个问号，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所以现在时间点回到了打败洋龙市场之前。那现在因为我们破关游戏，我们先来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好，我们来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们身上这一块原木还不知道是要拿给谁啊？茫茫小店，无限列车。我想先去胡萝卜那个地方，胡萝卜那边我还没去过。哦，还有一个狗的地方，狗那边也可以进去看看。要说这游戏最可惜的地方就是没办法跑步啊。哇，大姐！他说：“如果继承可以继承哦，那这个之后再看吧。我们先去胡萝卜那边看看。好，看起来这边还是不行啊。所以看起来这边真的是过不了。然后，哦，来法器，我记得要给那个胡萝卜爷爷。然后原木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找给谁。那先回去看一下那个辣椒爷爷吧，说说辣椒爷爷，刚刚说的胡萝卜爷爷。我们获得了剪刀，那靠边。
那我捡到是来干嘛的？哦，那是装饰品啊。他说这附近有一个特殊文件，但是我找不到。那就算了，先不理他，我们先去那个无限火车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啊，还有美丽挑战哦！那玩的人很少呢，稍微玩玩看就知道了。就是一个没有补血的生存游戏啊。哦，有补血哦。好，我们要打到蛛网了。我们换这个东西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不能出去。好，换苹果猫。哎呀呀！好，拿个咖啡加速一下。好，雨桐。好，换这个大陆了。
因为我们伤害还算大，所以基本上可以直接给他过去跟他硬拼了。啊，选打火机好了。好，我们终于要打这个乘务员，喂，这么硬啊！哇，这么猛啊！哎呦呀！这个羊是真蛮猛的。哦，终，哦，好险，终于赢了。好，剩最后一条命应该也是挂了。看起来一定要死掉才行啊。还是蛛网。不过攻击还算简单，应该会比较好打。所以看起来没怎么变，只是攻击力变痛了一点。
而且后面好像就没有再遗物可物。然后这边 NPC 开始重复，就没什么对话了。好，打败第二层了，看起来就差不多了。那就差不多，我就现在去自杀结束这一次游戏了。好，结束了。那看起来就只是换帽子用了。那游戏影片在那边告一个段落了。那很多小细节我可能找不到就算了。那这游戏就算是已经破台了，玩起来还算不错，故事简洁明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说，人类的部分我们到现在搞不清楚，究竟是真的过去有人类，还是只是看到了幻象。也许我会找时间拍一下，看一下去往人类之前的那个。路的那地方好像有人类吧？也不是，上一个 BOSS 地方有人类，可能再找时间去看一下。那时候到时候就不会再开麦克风，只是简单开一下也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
You